雁门关在哪个城市？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，以险著称，被誉为中华第一关。天下九塞，雁门为首之说，与宁武关、偏关合称为外三关。雁门关东走平型关、紫金关、道马关，直抵幽雁，连接汉海，西去宣港口、宁武关、偏头关，至黄河边。衡山沿代县北境蜿蜒于山巅的内长城，将雁门山、馒头山、草垛山连成一体。它北依雁北高原，南平新定盆地。